是为了这个演唱会，然后要搭配爸爸的造型，然后有一点小改变，但是颜色是一样的。然后因为由于要上课的问题，所以表演的隔一天就会把它染回来。对，所以这是你的想法。对，这是我的想法，因为这个设计师他，我爸爸也喜欢跟这个设计师合作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所以这一次我就去问说爸爸，他之后喜欢什么造型，然后他就把它用在我的头上这样。觉得你这样比较像罗志祥，反而不像高凌。没有，他说那个人跟我说完，他说染完很抬，他说他抓起来比较好看，他说放下来很抬。可是今天演唱的心情是不是跟上次唱的时候已经是比较不一样了？哪一？就是上次在华视那个录影的时候。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因为都是要唱给爸爸听这样，但是这一次的意义其实说对我来说更重大。演绎爸爸的经典歌曲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你练习的过程其实听起来好像蛮简单，但是真正唱起来其实感觉蛮难的。对，而且还要又唱又跳，所以知道其实爸爸在台上是蛮喘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肺活量要练。刚刚听到你的歌曲是 remix 过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是最初剪接的版本，然后但是礼拜六会比较不一样，就是会稍微做个调整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这一次其实这个想法是爸爸的经典，然后搭配一些比较新的元素，就比如说加进舞蹈，然后会有30个 dancer 跟我一起在舞台上面表演，所以当到时候会非常的庞大这样。那